能量可以加大吗？嗯。这种感觉可以接受吗？可以，可以啊，需不需要再加大？可以是吧？
房间可以接受吗？嗯，可以啊。不同能量可以接受吗？可以。
根据我们刚才上一个视频发现，首先从我们的下巴到耳后一方为一条线，然后鼻翼到我们的耳上方为一条线，嘴周这里画一条线，然后再间隔25毫米，再25毫米为一条线，然后眼袋这里我们画一条线，再画一个三条放射线，画三条放射线，然后印堂我们这里画一条，再25毫米画一条，25毫米画一条。好，接着我们还有颈部，如果要做到颈部，就是一个双下巴比较大的人可以做颈部的话，这里要画一条线，也是25毫米，25毫米为一条。但这里要记住的是，我们喉结这一条是不能做的，所以这一条要画个线，注意不能碰到这个地方。不能做的地方就是从我们的印堂到鼻尖到我们嘴周到喉结这一条我们是不能做的，以及看到这一块有一些动脉，这一块也是不能打的，就是要避开的地方，还有我们的一个眼窝，这个要避开，其他都可以操作。在操作的时候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探头，探头总共有三个，分别为 4.5 3.0 以及 1.5 的。首先我们用 4.5 的打 ,4.5 是打到我们皮肤的筋膜层， 3.0 是打到皮肤真皮层以及我们的 1.5 表皮层。首先先打的时候要注意的事项是，一定要拉紧我们的皮肤，在操作的时候拉紧皮肤，然后贴紧皮肤打，如果不贴紧的话，拉开了距离一定会造成皮肤起泡以及会烫伤的，所以这个要注意，一定要贴紧皮肤。然后间隔呢，就是很紧密的去操作。好，根据我刚才的一个紧日线去走，首先先用 4.5 操作，然后再用 3.0 再用 1.5， 但是要注意的是，像它的额头，你看啊，它的额头很饱满，这个饱满的地方我们建议不要用 4.5 的打，因为 4.5 的深度太深了，一打到的话很容易就造成它这一块损伤，有人打的话会出现起泡，也有人会头晕头痛，所以这些要避免。但是皮肤正常情况的话，打完之后会微红水肿，然后很快会消了，可能一个星期啊几天就会消，这个属于正常情况。包括我们跟顾客说的话，起泡也是属于正常情况，但是我们要尽量去避免它。操作完之后我们注意的是，顾客不能当即用热水洗脸，以及不能吃辛辣食物以及感官性食物，避免去做桑拿，然后去桑拿按摩面部按摩，以及我们在家的时候注意的是不要抽烟不要喝酒。好，这些注意事项还有更多说明书也有，可以补充。